嗨咦哟，谁呀？大家好，我是娜娜，没有错。然后我们今天再来继续我们的 Kindle，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走吧。那我们上一集是到我们红月已经过了，然后这个应该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月，对。然后我们现在是要先把左边给升起来，好了，对，我们先去左边，对啊，还有二，好了没？走吧。然后我们OK， 然后就是因为我们上一次就是左边大爆炸有没有，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，对，就当弓箭手什么的 ，sling， 好可爱，好走吧，然后我们先去把，哎呀好多钱哦，我们先去把左边给弄起来好了，走吧，啊钱你们拿着啦，没关系啊，太多了啦。走吧，左边，好，感觉好长一条路哦喂。OK， 我看一下，这边能升一个。OK， 然后我看一下这边，然后这边又有一个，然后这边还能升一个。OK， 然后这边是水源，然后这边树可以砍吗？不能，看来要先把那边给升起来，先再说。好，我看一下，我们这边要升嘛，然后前面那边要升嘛，然后我们这边再跟它升上来。OK， 让我看一下，前面要怎么办？等我们把这个给弄好，弄好过后我们再弄过去试试看，应该可以啦，应该，也许，或许，可能，呵呵。马又没力气了。好，我们先去再招一些人回来。又下一天啦。嘿，我们现在应该是第37天没有错吧？如果没弄错的话，对不对，观众？哎，比之前更久了哎。这里需要帮忙，真的。还没做起来吗？做起来啦，还是不行。砍不了。这也砍不了。砍不了，怎么办？我在想，还是说这个要先做过来行啊？没关系，左边，虽然说可能会爆炸，但是不试试看也不行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先把这个升起来，然后我再看一下。好，拜托你们了，然后我先去再招多一些人回来，走吧。我们先去再招多一些人回来，然后看一下几时要冲塔了。我觉得下一集吧，下一集我们就冲出去，然后看一下能不能把那个门给打爆。为什么会说抢？好，吸啦，走吧。马还这么没力气耶。好，走吧。我看看。我们先去右边招人好了。为什么有几个人还是没事情做啊？先去招人，再招人。哇哦，你们全部聚在这边干嘛？哎 ，OK， 有，什么鬼？好，走吧。然后就是你，然后你，好，走吧。走喽，回家喽，很晚喽。好，然后我们先去左边，再看看要怎么把他们给搞好。等一下 ，OK， 走吧。我们要回去左边啊。OK， 走吧。左边。
又没力气了。我觉得马真的好废呀、啊，吃点草吧，走吧。晚上了，我觉得左边会是一个很大的困扰，真的。好，我们回来啦！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你们回得来吗？跑木园的家伙。应该没问题。OK。呀呀呀！有一只过来了。哎呦，果然是有问题。压到我，谢谢。好 ，Nice。OK。那我们先看一下左边怎么办？底下还有吗？没有了哦，走吧。还是升不起来耶 ？Why？ 升不起来，不行，还是不行。头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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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不行，升不起来。天啊，升不起来就有点糟糕了，你知道吗？升不起来，升不起来，升不起来，不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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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不能升起来啦，怎么办？感觉有点糟糕，感觉真的有点糟糕。呀，不能升起来的话，我们就会怎么说？就有一大堆麻烦了。我觉得我们之后要开始冲过去了，但是我好像按不到它，对，我按不到它，真的我按不到它。哇，等一下。按不到他就有点麻烦呀、啊，喂，哎，自己怎么办啊，观众？我真的升不过去的、欸。咦，回去吧。好，还是说自己能升？不能，都扛不了。然后唯一的土就只有这边跟这里。问题是我们升不过来。感觉有点糟糕，走吧，回去吧，之后再想想办法好了。然后这边就命中注定可能会爆炸的地方。好啦，走啦，回去了。凯若，凯若，那我们现在要干嘛？我们现在先把左右边先升起来好了，反正现在都G啦。好啦，把这个墙给升起来。OK， 走吧。我还真多建筑物哎、欸，应该是有工程师才对，工程师吗？建程师啊，随便啦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OK， 我们回来了，打到你了。好，这也升起来。那我再看看，我们先去右边再招一些人回来。好，我觉得不要进去好了，太迟了。哦，还有一个哎，好生气哦。好，然后我们之后想办法把左边给推掉，应该就不会有太多的危险。然后再想办法。看有什么办法能推出去，我们就把它推出去好了。大概就是这样，计划大概是这样啊。但是能不能做起来，这我还是不知道啦。先说好啦。OK， 好了。好多人哦。今天是第四天对吧？没有人来吗？你还没回来？你跑去哪里了？跑好远哦！哦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吃了吃了。OK， 我就右边不太需要担心啦。哇哦，我看到我人被弹出去。好，走吧，再去找一些人回来。
商人是你，目前不需要你，没关系。来吧，来吧。前面应该没有了吧？好，走吧，回去吧。我不想再走去前面了，等一下，遇到不是人的话就完蛋了。走吧，我们回去吧。这应该是第几天啊？其实我不会算，好复杂哦。XIX， 我知道今天就是红绿就对了。走吧，我们先回去。OK。右边其实不用理了啦，我们现在主要的是左边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今天应该是红月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去拜拜一下，走吧。妈，容易就不累耶，很难玩耶。OK， 走吧。哎，你还没好？好。谢啦 ，Coco， 假要满了，该丢钱了，该丢钱了。OK，Let's go。我们先去左边，然后先去祭坛，然后先去拜拜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回来，然后再打算要怎么办？对，这边过后再打算要怎么办？因为我这边完全想不到我们到底要怎么办。好，还有这里。我除了想到是直接去把门给打爆算了这个方法以外的方法，我应该是想不到的。对，目前只想到这个办法，我们就直接把那个门给打爆吧，最简单。然后不懂哎，就是伸不过去耶，我觉得我们就伸到差不多开，就是我们那一边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把那个门给打爆应该就 OK 了，果然升不了。咦，好讨厌！再弄多一个吧。反正第二天我们要去破门，这样，所以大概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。你们回来吧，孩子们，不然的话等下你们又爆炸什么鬼的。好，好多钱哦。要晚上了，但这边按不到的说 ，Hello， 真的按不到，天啊，有一点糟糕。好，这个是上来吧，去吧，孩子。好，我们再来这边，再拿一点钱回去。OK， 谢啦。灯再升上去吧。好，红月的，红月吗？月来见，好像不是红月，我记错了是不是啊？对，我感觉我好像记错了。白月，今天是白月，那就等吧。天啊，今天跑那么远，不怕回不来哦？回来啦，回来啦！你们跑太远啦！我觉得他们有时候啊，如果能的话，系统就做一下吧，就不要让他们跑太远。哇哦！你又把那个人给撞回去了。OK， 给我按到了。天啊！有时候觉得这个系统真是哦，一直把人给撞回去，天啊！所以下一天才是第五天，所以现在应该是第四天吧。XX 是什么意思啊？第几天啊？我不会算的啦。第二十天吗？二十吗？我们就在那边。比较希望可以打破吧。下一集，现在不可能，现在不可能，对，现在不可能，不要妄想了，好不好？下一集应该就可以打破了，应该啦，应该也许或许可能啦，应该啦，嗯，应该啦，嗯。你们不要跑太远哎，等一下你们又一去不回，我很麻烦的，你知道吗？
好，走吧。妈又傲娇了，妈，你不要再傲娇了，好不好啊？很难做事的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还挺好奇的，为什么它有一些是白色，有一些是蓝色，为什么不要统一一个颜色？挺好奇的，但是没有人可以给我答案，哭哭。走吧，我们先回去，然后先去再招一些人回来。天啊，好多朋友！妈，你不要再傲娇了，好不好啊？整个王国已经很大了，你还在那边闹。好，我们跑回来了。OK，Let's go。好，走吧。先来这边再招人，就是你啦，还有你，还有里面的一个、两个 ，Nice。来来。OK， 然后我再把琴丢在这里，走吧。我觉得右边不会有人，不会有那个红月会来吧，所以就右边就放着好了，把那个钱放着，然后希望会有人，然后就让他过来这样。然后我弓箭也买好了，哪里是好多可可、哦，又是要过一个完全不缺可可的日子。我觉得弓箭还要再买。对，好多人。好，等他拿够再买。OK，Nice， 走吧。这样应该就行了。现在我们目标还是一样是左边，目标怎样都变不了啊，还是一样是左边啊。哦，有点卡。哎呦，马一直傲娇，很难玩哎。我觉得这个马，他们就没力气，好烦哦。好，回来啦，回来啦。我先去帮忙救一些人。哦不，好吧，我觉得我应该来不及救了，我们先回家。对，那些人来不及救了，我等下之后再想办法救他们好了。回来啦，回来啦！能回来了就回来，不能回来了就掰。OK， 好，还有吗？还有飞了。哎，你不要乱抓了啊！你不要乱抓了，那好。哎呦！我觉得我必须要这样。天啊，他会把那个石头丢回来，感觉有点烦。应该 OK 的吧？好 ，OK， 这样子应该就行了。好，全部回来了，对不对？噔噔噔噔噔噔，果然这两个人一定会被抓掉。不出意料，不出意料，不出意料，真不出意料。好了，那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就先到此了，没有错啦。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按个赞，就是随时追随我，知道我的更新影片。然后我们下一集呢，就把左边的门给拆爆，然后再打算吧。然后看看能不能生气，不能生气的话，那就是我们的悲剧，大概就是这样啦。好啦。今天就先到此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所以就抢啦！